文博馆员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理事黄淑霞女士上台发言。Your Excellencies, Liu Zheng President, Mr. Chen, Mr. Vincent, and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artists, welcome and good morning. It's my great honor to be standing here and share this unforgettable moment with you all. Thank you. I'm Wang Shuhe from Taihu World Cultural Forum. On behalf of my committee, I bring all the greeting and blessing from China and to send you all. We hope all of you in this harvest season to have a good Thanksgiving and good moment.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艺术家，大家好，我是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的理事王书和。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本次艺术节组委会刘征主席的邀请，站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个美妙的时刻，并将中国祖国人民的祝福和希望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和传递。著名的学者呢，Theodore Peterson 认为，交流的欲望支撑着一切传播的行为。这种欲望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借助包括自身在内的各种媒介来满足对美妙的他者特性的追求。承认和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秉承交流的理念，通过平等对话的沟通方式，强调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和内在关联，这是人类向往交流的本能，也是推动历史和文明前进的永动机。那么我想呢，这次加拿大国际艺术文化节在刘征主席和各位同僚、志愿者和艺术家的共同推动下，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传播的目标。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啊，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也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仅现在如此，历史永远如此。那么国际文化艺术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能够让我们近距离地接触和欣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艺术作品，领略各种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内涵。从古老的东方文明到现代的西方思潮，从传统的民间艺术到前沿的当代创作，这里应有尽有。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中加两国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古老而精美的中国非遗作品，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化瑰宝，经过艺术家们的传承和创新，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让我们感受到文化传统的魅力，也让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去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呢，我们也将见证当代艺术的蓬勃发展，看到独特的表现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挑战着我们的观念，也在拓宽着我们的视野。这些作品大部分反映了很多当代的现实问题，展现了艺术家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也是一次教育和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不仅对文化艺术背后的故事和创作过程得以机会了解，也将激发我们的兴趣，培养我们的审美能力和创新的思维。那么此外呢，我认为本次国际文化艺术节还将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展示和交易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为艺术家和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极大地推动文化艺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的进程，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活力注入新的活力。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天呢，就请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世界中，用心去感受，用爱去交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让我们共同推动国际文化艺术节未来每一届的繁荣发展，为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力量，
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最后祝愿本次国际文化艺术节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Thank you.